正二，快叫医者！快，快叫医者！丞相，没有话要问你。里面。蒙毅，你哥呢？蒙恬唤出了公子，还在宫里。哎，回屋再说。公子切勿相信流言，臣的生命不值一钱，但大王、王后、公子的生命关乎国体，不容奸险小人玷污。你幕后有人，是不是？公子是秦王子楚之子，孝文王之孙，昭襄王之曾孙，嬴姓嫡传长子。从小到大，为什么你那么照顾我？为什么你那么关心我？哎呀！为何？培养成才，继承历代先王的功业与宏愿，也是为了你自己能继续做这个丞相。公子将是大秦明日之主，若能以社稷为重，精诚治国，平定天下，臣吕不韦愿意辞去丞相之位。我生而为人，不能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。公子是秦王子楚之子，孝文王之孙，昭襄王之曾孙，嬴姓嫡传长子。实话，我要听实话。这就是实话。做一个连自己生父是谁都不知道的畜生，我杀了臣。臣若不死，公子身上的王族之血便受到玷污。臣愿以死还公子清白，还嬴姓清白。杀了臣！
放开！公子，不要阻拦！杀！杀！蓝风军备马，诺。大王病得本来就严重，华阳太后这一闹，臣不敢想啊。解决不好，秦国内乱，六国必会趁势来袭。历代秦王多年的经营恐将毁于一旦，此时若再纠缠自己的身世，岂是大丈夫所为？起来，起来。